欢迎各位来到香港人家书，有广传媒的何良茂先生，老总你好。是你好啊，老我。是啊，咁啊，首先。是啊，我哋十一月第一个礼拜咧，又嚟开始同大家讲下加拿大香港之间嘅事务。系。咁啊，最近最热门嘅事务咧，就系讲一只昆虫啦，蚂蚁。你知唔知点解同你握手啊？系啊，因为我哋冇抽啊。冇抽到啊！執翻身材係嘛？恭喜你啊！主佑你平安係嘛？螞蟻金服咧，即係上市都即係爭48小時喺香港就要突然間叫停。咁啊，馬雲好奇怪喎！依啲即係香港好少見，好似世界上都少見啊！係好似我有話咧，領匯曾經試過叫停過，咁但係之後咧好似未有類似嘅事件發生過啦。係啊，但係領匯咧就當時係咩嘛？係本地嘅一啲集資同政府有關，但係馬雲金壇佢係即係呢個螞蟻金服集團上市係香港上海一齊，咁佢呢個上市咧就係全世界都睇得好實嘅，因為話據稱想集資345億美金，係係啊，咁啊個數額就驚人啦，如果折翻人民幣咧就少少聲嘅，trillion 咁去。咁啊就個天文數字後面唔知幾多個零咁樣計，咁點解突然間會去到咁當氹呢？啊，咁啊喺香叫做林美香咧，林美香啊，香港裏面咧都創咗好多個紀錄啊！咁啊，首先我哋就集咗資成1.3萬億啊，係1.3萬億嘅，即係凍結咗依一個嘅資金。嗯，咁啊同時之間咧個超額認購咧就起碼390幾倍，咁啊其實咧就係一個係無論人數入表。嗯凍結咗嘅資金係嘛，同埋依一個嘅超額認購嘅倍數啊，佢都係創咗紀錄啦，堪稱呢個 IPO 王啊。係咁啊，即係大家萬眾期待啦。嗱，因為點解咧？我啲老友即係我哋個台都有啲嘅金融節目啦。咁我哋嘅主打嘅主將阿 K.C. Sir 咧就話，其實依只股咧就個個都一定去抽噶啦。係年頭到年尾嗰啲咩嘅農夫山泉啊、K-Clark 嘅嘢啊，全部隻隻你只要抽到就有錢派嘅。係而今次佢哋都講到明咧，就係基本上咧盡量做到咧一人有一手，皆大歡喜啊，攞錢啊賺下啲錢啊，加下送去過做東啊咁樣啦，希望可以好好好好嘅如意算盤係嘛？好好嘅如意算盤嘅咁啊，亦都我哋見到啦，即係過去依幾個月啊。香港裏面你見到啲熱錢啊，係衝曬入嚟啊，不停聽到一間金管局又話咩強方兑換又抌幾多錢億落去個銀行體制啊裏面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真係好期待，全世界嘅焦點都睇曬到，甚至無咧我哋都見到，譬如美國呢邊亦都係同阿 Trump 嘅唔妥啦，係啊，咁佢亦都講到明嘅就是、希望大家唔好掂呢只嘢啦，咁所以海外嘅錢咧都係嚟香港買或者上海買㗎啦，係咪？咁好啦，一夜之間就唔見冇。嗌停咁啊！全線啊同聲一哭，咁啊亦都有好多嘅老友咧，就因為借錢炒孖展啊，係咁啊，應該嗰度咧就輸還息，要還息啊，要還5億幾港幣，總數。咁啊喺咁嘅情況咧，就點解會咁咧？即係喺一個香港嘅金融體系裏邊突然之間咁樣，喂，將來嘅 implication 都好緊要啊！咁喺咁嘅情況，我睇下老總，依啲咧並唔係咧集體做得到嘅嘢，可能係單一某啲嘅人士咧人物性格。配合好唔理後果，話停就停嗰啲嘅做法嚟嘅。單一咁啊，即係剩翻呢個世界單一嘅，就好似得個姓習嘅啫喎。係啊，嗰啲就單頭政治嗰啲啦，得集一專啊，寡頭政治嗰啲啊，係咪？集一專要咁做，其實咧就有好多人唔係好理解啊，龍哥。中國又話咁缺水，係嚇、即係乾塘咁滯、因為香港集資就幫緊佢，中國政府即係起碼即係有咁多少少聲嘅人仔入咗嚟。咁啊，當然都係會有外資參與，啲投行今次真係大件事啦，冇錯、即係投行咧就大出血。咁好，係咪同馬雲咧就禍從口出有關？有人又咁樣講，因為即係黃奇山喺前一排即係五中全會之前就喺呢個上海嘅呢一個外灘峰會裏邊就傾過偈，咁啊即係講佢哋啊即係點樣啊將來個金融體制啊點點點點點啦。咁啊馬雲咧就開口及著嚟，咁佢就話咧：，中國有啲咩嘅金融體制啫？咩系統啫？根本都冇系統，何來即係改革一個系統所言呢？咁樣咁嗱，其實佢主要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依一個嘅螞蟻金服，佢哋係一個電子錢包式嘅支付，電子支付啦。咁其實喺中國裏面都好盛行，即係好短時間，好多年嘅，好多年，但係啲電子支付佔個 market share 咧，真係好厲害。咁啊，好多人咧都成日都會話啦：，哇！你睇下你，我唔知你多唔多大陸嘅女朋友㗎。我的朋友就好多，我就冇。嗱，我有時接觸到啲大陸嘅人咧，佢哋都會話：我哋國家幾先進，
唔使帶錢出街嘅，係咪？嘟一聲就得，嘟就得就得㗎啦。你啲銀紙萬惡污糟嘅金錢，你袋到成個袋都滿曬。尤其是而家瘟疫流行，係啦，中國你睇幾先進先？幾先進係嘛？電子支付喎、啊，冇錯啦，而家就出事啦。嗱點解呢？因為其實佢而家都知道啦，大陸裏面推行緊呢個數碼人民幣嘅政策啦。咁而家嚇馬雲嘅你呢一個嘅嚇螞蟻金服嗰個嘅支付寶嘅佢個做法，其實就同呢一個嘅國家嘅呢一個數碼人民幣有好大嘅呢個衝突嘅。會不會我哋成日講仗以此焚身？絕對有機會。佢就真係太勁啦！冇錯啦，嗰個控制國家嗰個支付系統，以至到佢牽涉到金額，因為你有個支付系統後面一定有一個信用體系喺度。大數據啦，係啦，大數據。咁啊，馬雲就講句説話咧，就好似俾人感覺到話有監管就冇發展，咁即係督住北京嗰啲。政監啊、銀監啊、乜監、物監，除了監獄之外的大佬嘅督住人哋嘅鼻嚟講嘢喎。同埋咧，我哋最緊要啦，即係喺共產黨面前做戲就最好低頭啲頭拜矮仔，大佬就係佢嚟嘅，你自己咧就係耷頭就滿聲發大財。最好就係只做不說。冇錯，咁同埋大家都要知道有一個嘅難題嘅，因為咧而家大陸嘅銀行體系仍然都係我唔記得咗啲乜乜息嗰啲啦，即係總之你有啲咩嘢你就要抵押俾佢，然後佢跟住借錢俾你噶嘛。係啊係啊係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多年以嚟啊，大陸嘅銀行體系有幾爛，大家都知道啦，有幾多數係唔掂啊，有幾多係假啊，幾多盤帳啊，幾多盤帳，蘇神話四盤帳啊嘛嚇啲公司。阿馬雲佢而家做緊嘅嘢就係好靠佢哋咧，平時用呢一個嘅支付寶又好咩都好，過往嘅 check record 收集到。個數據睇你依個人平時嘅使錢 habit 會係點啊？咁佢想諗一種新嘅依一種大數據嘅社會嗰個叫咩信託咪嗰個嘅嗰個叫 credit 啦，社會嘅一種金融信用啦，係啦，仲有一個新嘅方法嚟咧，就可以咧 base on 我收集嘅數據，我第時發債借啲錢俾你嘅時候咧，就會係點樣啊？哇！咁你即係搶咗中央銀行嘅嘢嚟做喎。即係話當中國中央政府嗰啲管錢嗰啲人當冇到，因為你自己民間嗰個體嗰、那個體積啊，以至到你個涵蓋面覆蓋面咁大咧，咁咧就擔心哇！你如果集埋資之後咧，你個發展一定你集資一定要發展，一定會變得更大啦。冇錯，變咗係第二個政府咯噃。冇錯，金融式嘅政府。咁你估中共俾唔俾你咁樣咧？中共最怕人多噶嘛，第二最怕你錢多噶嘛，係啊，冇錯啦。嚇咁嘅情況之下，馬雲就今次搞得咁大，其實就係搞到自己咁大鑊啦。冇錯，因為你如果唔係搞到佢咁大，富可敵國。而家唔係富可敵國，直頭富與敵國啊！佢分鐘做亞洲嘅第一首富嘅，依家話嘢搞掂咗。係啊，咁雖然咧就係喺佢嗰個即係退出咗嗰個管理層啊，或者但係佢自己個人擁有嘅即係少少嘅百分比已經。一伸出嚟佢嗰個所謂個人嘅財富啊，即係勁過曬，可能連 Bill Gates 都會過曬噶啦。咁同埋即係喺咁嘅情況咧，即係中共就當然咧就明知嚇、啊、你而家有一個新嘅依一個信用體系、嗯、啊，衝擊我哋銀行嘅依一個嘅固有嘅依一個嘅借貸嗰種嘅典當嘅依種嘅模式，係、嗯、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喂，俾你威咗，我哋唔得掂嘅喎。同埋，所以佢就會話根本你買喺金服。或者你哋當嘢係咪真係咁掂當？你發債發咁多，一陣一爆破嗰陣時，咪又揾我習大大嚟幫你執屎，係咪？梗係唔同當掂當啦咁樣。即係財又你哋呢班即係螞蟻金服嘅嗰啲高管啊，冚唪唥都發，但到最尾遇到民眾出現爆煲啊，信用方面即係做埋單。係啦，即國家就要去做救火隊長。係啦，咁啊就呢個係。就是因為中共的體制嘅唔健全咯，唔健全你先至冇，即係你人哋民間就諗到好多智慧、好多創意去做大嘅生意，但係你嗰個政府咧就係落後於政策，落後於呢一個商業嘅社會現實思維啊、文化水平啊，各方面都全線落後。我就覺得好似係舊經濟，用舊經濟方式嚟打新經濟。嗯，嚇呢個係新經濟嚟嘅，當然即係中共呢個新經濟咧就利用咗好多即係政策嘅漏洞嘅。咁啊！而家就咁搞法，好多人炒股，即係為咗炒呢、這個，即係呢個所謂認購咧，就甚至出到可能哇，諗住有到時有利潤分成，而家冇時又要還息，咁啊即係搞到香港有大把人咧，而家就年尾過唔到咯。企喺咗喺度啦，咁啊即係當然啦，依啲嘢就唔抵可憐嘅。
係嘛？即係所有嘅投資都係量力而為。即係投資係有風險，冇錯啊，有升有跌，冇錯啊，大家要衡量嚇，而家就衡量唔到啦。冇錯，咁啊，即係聽講有啲嘅證券公司咧，都話即係退翻啲息俾你，係，但係你一定要輸手續費咯。因為手續費做咗啦嘛，冇錯嚇咁嘅情況。咁但係阿老總，你頭先就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啦。喺中國而家嚇窮過老鵝，窮篤過老鵝嘅時期，咁缺水。喂，其實如果喺一啲其他啲國家裏邊就坐低相約監管商談，喂大家傾掂數，傾掂數啊，借件。即係市啊照上，不過咧你就要改一下啲嘢。係啊，或者個股份上面係咪俾我啲監管啊，又係點啊？而家直頭叫停喎。咁啊，依啲咧就好似咧，我哋成日都有一個嘅比喻啊。係。阿習先生咧，好中意自己揸爆自己嘅神狼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唔計後果。咁又係叫做加速，又另一種加速嘅方法。係啊。加速自己嘅所謂經濟金融嘅崩潰喎，因為你已經冇錢㗎啦。咁而家有機會，有啲去吸水，係咯，趁住美國即係話制裁香港之前啊，即係金融大制裁之前，係立要以兆嘅金錢，以 trillion 嘅金錢入中國，咁照計即係哇，機會難逢㗎，係啊，但而家白白送咗俾人喎，即係好似喺個撒哈拉沙漠裏面喝咗三日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一個個美女拎支冰凍嘅 coconut 餵你飲，你突然之間掠翻張出嚟唔飲喎。咁佢唔係俾一啲咁樣嘅普通飲品俾你，俾只紅牛你飲啊！你應該發達嘅啦，但係點知而家啲紅牛就掟咗落地。係嚇，嗱呢個就習一尊嘅諗法啦，即係永遠都唔計後果。我諗即係不可思議，係亦都難以即係明白佢背後想講乜。嚇，咁啊呢個咁樣嘅學，即係或者佢可能真係唔識金融嘅咧。咁啊，當然啦，呢啲咁複雜嘅嘢，我哋都講咗幾多分鐘，十一分鐘去講解俾大家聽。以佢嘅智商同埋以佢學歷，上山下鄉插秧嘅識嘅啫。呢啲咁深奧嘅嘢，我諗要多幾年嘅都未必明白。我哋講十一分鐘，但我哋可能用咗好多年先至能夠講到呢十一分鐘。佢咧就已經十一分鐘已經搞掂咗全中國啊！以 trillion 嘅金錢咧就泡湯。係啊，咁呢個就係佢自己搞啦。咁啊，馬雲咧就即係嚟暫時冇運行，嗰日暫緩上市，得緩到幾時唔知嘅。佢話係最少半年，咪咯。但以我嘅睇法就係話，半年香港咩世紀啊？唔知啦，我哋世界發生到點都未知。同埋另一個問題，你再上市嗰陣時，啲人仲夠唔夠膽咧？係咯，你有前科喎。咁你將來仲有類似隨時急剎車？係啊，仲有類似咁嘅呢啲嘅大型企業要全球集資嘅時候，大家仲夠唔夠膽即係揾啲錢嚟即係嚟支持你做呢一個嘅動作咧？或者係睇緊啲，咁你就做唔到咁大嘅 scale 噶啦嘛，個影響深遠啊。不過咧，同中共嘅企業打交道咧，都應該計翻，即係嗰個風險應該係高過一半。而家就真係不幸而嚴重。冇錯。嗱，咁啊，頭先你講緊半年之後唔知點啊？嗱，美國總統選舉。即係去到十一月三號當晚就冇辦法，即係決定生死啦，因為有好多搖擺州，有好多嗰啲票數未定。票數係。但係我哋 BC 嘅省民咧，喺選前咧就有好多即係買邊個贏邊個贏啊！佢哋就期望拜登會贏，但咧就壓住就壓喺特朗普。係咁奇嘅咧。嗱，如果琴日即係我哋錄影之時啦，有留意一個嘅美國總統選舉咧，其實特朗普之前咧。before 喺十一月三號之前咧，如果我冇記錯，都有兩倍幾嘅。咁但係咧，當個選舉即算冷嘅喎，算冷嘅、啊。但係當個選舉去到近一半嘅時候咧，就不停落飛，落到得倍幾。咁跟住好多嘅特朗普嘅支持者啊，又或者一啲關心美國總統嘅老友記咧，睇個外圍個盤咧，就知道哇，係咁跌飛，有運行啦，有運行啦，就應該佢會贏啦咁樣嘅情況。咁即係買拜登之前嗰啲咧，就應該就會企喺度。咁啊，點知而家我哋嘅情況有啲又唔同啊，同而家就變咗好似一半一半，係啊，即係兩邊都有機會贏，但你又講唔實，因為啲搖擺州。除了他兩個人的即係即場點票很接近之外，還有很多郵寄票會入嚟。係啊，嗰郵寄票都係慢慢聲嘅。係係但係 BC 的省民就有 70% 咧喺選舉之前就相信拜登會對加拿大佢當選嘅話對加拿大係好處，但係。就有近七成的賭注咧，就買阿 Trump 贏喎。咁啊，身體最誠實。唔係咯，即係口講，即係口講就天下無敵。但係做咧，落注咧就銀荷包咧，就係阿特朗普就係原來靠你。原來我哋香喺 BC 省裏面有好多嘅 shine 嘅。
Trump supporters 嘅。唔係啊，呢啲係 better 啊，呢啲呢啲係賭徒嚟㗎。啊，我不如想喺度，我想借呢個機會問一問阿老總啊。係。嗱，我接觸過好多呢啲嘅白人，又或者一啲嘅我哋講嘅半堂番竹星仔啊嗰啲咧嚇，即係讀過啊書啊，入過 UBC 嗰啲，哇，好一面倒喎！佢個個都唔知點解真啊 Trump 真得咁緊要，點解本地人咁真啊特朗普咧？可能就是加拿大人覺得自己是 decent 啲啦。喺美國嘅北部咧，我哋係佢嘅好鄰居，我哋係一啲比較好嘅世界公民啦。啊，即係第二咧就覺得即係我哋維和噶嘛，維和部隊意思即係我哋係對於世界嚟講咧，我哋有一種抱負嘅。嗯。啊，對於人類嘅和平咧，我哋覺得我哋可以貢獻好大嘅。特朗普呢啲咁樣嘅咁粗鄙嘅人，咁冇教養嘅人。嚇，同埋佢呢啲咁樣嘅開口商人咧，係好多加拿大人覺得唔係我杯茶啊，商人就唔啱嘅。就唔係關乎佢做生意唔做生意，而係佢嗰種風格咧，好多加拿大人咧就吃不消嘅。嗯嗯嗯。咁啊就直斥其非，打你打要害，咁點解會頂唔順？因為咁中意轉彎抹角嘅我哋。我相信可能呢度經過越戰之後咧。冷戰結束之後咧，呢度嘅教育咧，甚至美國一樣，即係對於呢個咁樣嘅世界和平啊，對於地球呢一個氣候暖化，啊，對於呢一個即係人類嘅命運咧，我哋有好多理想主義啊，嚇，即係覺得美國同加拿大要負多啲嘅責任。但阿 Trump 咧就剛剛好咧就係破壞地球嘅，啊咁佢對於巴黎協議咧就係撕毀嘅，啊咁啊就覺得碳排污我唔理你啊，即係當然佢都唔係完全係話反對，即係減少排廢氣，不過佢嘅步驟唔係好似巴黎協議咁樣，啊用發達國家嚟資助中共去減碳嘅，咁我哋覺得喂我哋發達國家應該做多啲嘢。其實就中共比我哋發達喎，而家佢哋點知啊？佢哋點知荷包發達？佢哋個魔爪仲發達過我哋啊！佢哋個紅色嘅魔爪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佢哋對於拜登、對於民主黨覺得，即係其實都係左膠思想上腦。我覺得左膠思想上腦，佢可以話：，你哋呢啲咁嘅冷戰思維，過期啊 ，old fashion dinosaurs。這些已經是不合時的了，21世紀是走向人類共同命運共同體的。哎呀很快的這個字。你拜登要說的了，因為現在正在走嘛，拜登就是即係呢種咁嘅啦啦隊嚟嘅，人類命運共同體嘅啦啦隊。咁加拿大咧就美國嘅啦啦隊，咁啊即係間接就係呼應咗習一尊嘅啦啦隊。咁嘅情況之下咪變咗加拿大人咧就覺得。即係阿 Trump 唔係佢杯茶，但係佢係賭徒嗰時咧，佢就會投阿 Trump。因為錢嘅問題。唔係即係話，即係我哋有好多叫做都好冷靜分析嘅，佢都知道個選情應該係嗰啲支持特朗普嘅人會多啲嘅。當然，特朗普而家個選情都係膠著啦，膠著可能又要再重點，又要再可能就去到打去官司，咁又分分都去到十二月都未必知佢最後嘅結果。但係特朗普咧就見到拜登咧，嗱佢搶先。在電視局露臉，於是就話佢贏了，不過你哋咁樣嘅州咧，就喺度玩拉布，喺度即係拖住啲票。咁啊就即係而家咁樣嘅情況咧，就係賭徒都未必知輸贏喎。冇錯，嘢都唔知點算。咪咯，上面美國都未曾定輸贏，你點可以攞錢啊？我都唔知個本點，第時點拆啊？嗱，假設喂，而家兩個 50-50 一路拗落去嗰時，嗱，即係冇著落。個 situation 點咧？嗱，如果係而家啊，譬如 Joe Biden 似牌面咧，佢贏啦，咁好啦，但係一間又可能會打官司啊，跟住判翻阿 Trump 贏，咁啊點派法咧？係咯。你明唔明啊？跟住好啦，而家一直膠着狀態，唔知佢玩到幾時，會唔會玩到出年？咁係咪可以為投行輸一半？你可以睇翻。仲有一個處境，大家都忽略咗。如果喺佢一月二十號上任之前，突然間 Joe Biden 即係因為咩事急緊話死咗，咁當人定輸咧？係啊，冇錯。當人定輸咧，佢都未上任喎。係，因為佢又話自己贏喎。或者個電腦門嗰啲嘅料越嚟越出得緊要咧，就係佢哎呀，我真係唔做啊，樣衰啊，咁又點搞咧？係嘛？就算佢贏咗，佢 resign 又點咧？你哋賭博時有冇賭埋呢啲不確定因素啊？嗱，所以賭有都係未為輸，但係賭結咧到最尾都可能會輸嘅。所以都係嗰句啦，不賭就係贏啊嘛。係，咁好似我哋兩個咧就係。唔到，我哋就好實際咁同網友就真係坐定定
動下腦筋去分析下世局。是其實我們講兩樣東西都是賭的，一個是螞蟻金服，一個就是 BC 賭徒。為何我們這麼興賭呢？是為兩個宗教信仰的人，我們每天在節目裡面我們不先贏賭賭真的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大家都要踏踏實實去賺錢好一點。賭就是小賭就怡情，大賭就會傷感情的。另一個賭就是孟晚舟就在加拿大的官司就延續啦，現在都未去到正式的引渡官司，那個引渡聆訊未曾進入的，但現在都還是進行一些技術上的，即大家就是在較量。但是早一排華為好像大羅大鼓，好像燒曬炮仗，又放埋煙花，又話：哎，我哋有重大的勝利，我都看到一頭霧水，是不是有啲咁嘅事呢？那個就不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令到佢嘅引渡咧係會終止嘅。佢只係話喺個技喺個證據提供嘅方面咧，華為是可以提供多啲證據，咁亦都可以就針對即係所謂控方，其實控方就有加拿大嘅警方啦，加拿大嘅海關啦，甚至係美國個引渡啦，係啦，咁即係可以再提多啲證據，但係嗰證據好多已經係唔得嘅，嗰三樣證據邊，包括佢話嗰個海關嘅程序啊，或者係攞佢手機密碼，係啦，或者係要加拿大俾多啲。內部關於逮捕佢嗰陣時嘅通訊，係啦係啦，但係呢啲就國官已經話唔得噶啦。佢而家加拿大同按美國引渡要求逮捕你嗰啲文件已經夠啦，唔需要再披露更多嘅機密。咁但係佢到而家雖然話可以提供多啲證據，唔表示佢係終止引渡。佢嘅引渡咧仲會喺明年嘅一月正式就開始嘅。恭喜加拿大的法院記得收足孟晚舟這個的堂費，律師個個都記得打中那條數，天文數字啦，以千萬計的家子的官司，這個訴訟費還這樣打下去，那就其實就益了加拿大這些律師，當然啦，是在這樣疫情之下無端端有單位都是 打足兩三年，那個官司不是一個是一個律師團體嚟嘅喎，係冇十個都有八個，冇八個都有六個，咁我據我所知咧，就多數都五六個啦。梁茂興，我想問你，可唔可以好似香港咁樣，如果你審判嘅時候，我哋外來人喺啲公眾席去聽審㗎？可以。佢而家疫情之下咧，就稍微麻煩啲，就要有 social distancing 啦。但係喺疫情之前咧，我都去過個法庭，係可以坐滿成個即係法院個位嘅。咁但係咧就要排隊。要排隊，先到先得。排隊就係先到先得。就另外咧，就如果有記者嗰啲咧，就要 show 記者證。哦 ，OK。咁就。聽審都冇咩特別大嘅一種意義，因為都好難明喎。其實嗰啲嘢，第一有英文，技術，但又好 technical 係嘛？咁啊，但係咁樣嘅，去睇睇嗰啲律師團隊嘅陣容啊，去睇睇法官即係宣讀嗰個argument啊，即係啲論據啊，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法律課嚟嘅。咁啊，梁武興，你仲可以睇下孟晚舟換啲咩衫，著咩鞋，睇下。可能更加多人咧，就想睇下佢今次係著邊款。著邊款？你睇下佢嗰個腳鏈啊，個腳鎖啊，睇下性唔性感啊，嗰個位。咁佢咧就，我覺得佢時裝表演得好開心嘅喎。咁佢係有咁嘅本事嘅。嚇！咁佢著嗰啲衫咧，大家都唔需要太過非議嘅。咁啊，就人哋著嗰啲衫，而家著得寒酸，你又話得罪你啊？即係咁法庭咁尊嚴嘅地方，著得咁寒酸，佢而家著得咁華麗，係咁華麗，咁得體。出席呢個法庭，咁你又話覺得佢 show off， 咁你想人哋點著啊？唔通唔著衫咩？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咁挑剔。但個關鍵咧，就唔會因為佢著衫著得好啲咧，就贏嘅機會大啲嘅。OK， 好啦，我依度咧，我哋第一節時間差唔多啦，但有啲少少信息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有趣嘅嘢。好，咁我同阿老總係住得好近嘅。係，咁我同你亦都係啱啱呢一個省選嘅同一個選區啦。係，咁而家我哋嗰個省議會代表啦，就其實係一個喺香港嚟嘅呢一個嘅引渡人嚟喎，係啊，咁我話分分鐘咧，即係喺佢聽佢嘅香港粗口啦，係，同埋千祈唔好叫人哋叫用名嚟叫人啦，真係。係啊，呢位阿星哥當選咗省議員咧，咁啊分分鐘佢嘅廣東話流利過我同阿老岳㗎，咁啊粗口更加可能精過我同阿老岳，但係佢係所以老岳係。
是粗遇敵手啊，粗口可能遇到敵手啊。但他是第一個應該是包頭入去我哋嘅省議會的議員啊。咁就冇統計都唔係喎，喺省議會入邊印度裔都幾多。係。咁係咪真係包頭第一個？因為包頭可能係石阿教啊嗰啲都未知。但係喺 BC 或者喺聯邦嘅政壇咧，我哋有印度裔嘅朋友就當選嘅就機率就多過唐人。嗯。唐人咧就真係有排追啊！因為印度裔都做過聯邦的衛生部長㗎，係係係，但我哋唐人咧就即係真正一個聯邦部長都未做過，嗯，咁我哋都係。咦啊邊個咧？啊譚醫生咧？啊 Theresa Tam 咧？啊佢唔係民選嘅，哦，啊佢係嗰啲係政府委派嘅，政府嗰啲首席衛生官嚟嘅，哦，咁就同選舉無關嘅，係，啊咁嗰啲唔算數啊，嗰啲係叫做職業官僚嚟嘅。OK， 嚇，咁而喺我哋個呢一個嘅 community 裏邊咧，亦都咧近排好似有人係中咗武漢肺炎。咁啊，大家要小心啲啊！系啦，咁我哋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咁咧就多謝各位收看，系咁啊，即係叫我哋夠鐘，追蹤，咁啊，下一節再見，好多謝各位，好，拜拜。MHK 嘅观众大家好啊，咁咧我系 Christy， 咁由于咧我哋嘅 PayMe 已经达到咗全年交易嘅上限啦，咁所以 PayMe 咧暂时就需要停用啦，咁咧大家可以转用银行过数或者转数快嘅功能嘅，咁咧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讲点用转数快嘅功能。咁先咧就打开你哋嘅网上银行 App 或者网站，咁然后输入翻你哋自己嘅账户同密码啦，咁然后就揿去支付平台，跟住咧就会见到一个位置咧就系付款2000维码嘅，咁之后咧你就可以 scan 我哋嗰个 QR code 啦，咁然后再输入你哋嘅付款嘅数目，咁再揿确定咧，咁咧呢个交易咧就会完成噶啦，咁咧大家咧记得影相同埋 cap 图，咁咧呢个记录咧再上传翻去我哋嘅网站啦，或者 WhatsApp 翻去9810-8874俾我哋开通啦，咁咧大家记得咧一定要影相，咁我哋先至可以咧见到你个记录，然后开通你嘅订阅啦，或者系确认你嘅付费嘅。咁今日咧嘅教学就去到呢度啦，咁有咩问题咧可以 WhatsApp 嚟98108874或者打嚟39558673嘅。